打击轮到是林子涵，这一棒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左外手去追这个球，这个球哇差点轰出去，欧巴西这一支安打，这一支安打有两分的打点，哇现在双方的差距现在变成了，哇抓到，哎呀这个跑垒、啊、这个跑垒，哇有一点点状况哦、嗯、否则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，因为在这局其实崇越是追了三分回来，哇这个跑垒没有到位了、哦、是欧巴浪